陳偉業議員。副主席，就翻呢個嘅項目嘅發言咧，應該係我喺呢個項目裡面嘅，即係關於無經修訂方面咧，係應該最後一次啦。咁啊，因為每一次嘅發言咧，我都係針對幾個嘅總目嘅開支咧，同埋有關部門嘅表現同埋個運作情況咧，作出我個嘅理解同埋批評。咁有啲嘅論述咧，過去都唔見有其他議員咧係提到嘅。嗱，主席，我呢次好簡短嘅啫，我只係補充些少咧，係有關呢個嘅總目。頭先我提到104裡面咧，因為頭先就我提咗呢個104裡面，其中有啲嘅即係撥款方面個開支嘅使用咧，係好似迷宮咁嘅。咁我希望即係呢個迷宮係得以呢個嘅能夠即係得以澄清啦，同埋有關個款項嘅開支咧，係能夠落實，即係幫到各方面嘅人。嗱，有關呢一個嘅104呢個轉撥各基金嘅款項咧，其中一個主要嘅開支嘅款項就係呢個嘅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咁呢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其中一個嘅支出嘅部分，除咗土地徵用啊嗰方面呢，亦都涉及到非經常資助金嘅。主席，我哋最近就好擔心沙中線嘅問題。頭先我都提到呢一個嘅基本工程儲備金嗰啲開支可以好多方面啦，係咪？即係如果基於沙中線最近揾到呢個宋朝嘅遺跡同埋好多重要嘅古蹟呢，我相信呢方面嘅開支絕非當初工程預計方面可以承擔得到。咁所以如果有關呢一個開支喺呢個項目裏面能夠協助到因為呢個款項都預計有成50億呢，咁我唔知道究竟有冇其他嘅工程會分薄咗呢方面嘅開支呢。如果唔係嘅話呢，即係我相信喺優先處理方面呢，即係沙中線最近發現嘅古蹟，即係如果需要大量嘅資金要進行有關嘅工程而政府有關方面又未必預留到足夠嘅款項嘅話呢，我相信喺呢個儲備基金嗰度呢係會發揮佢一定嘅即係影響力，係咪？因為即係當初大家都知沙中線超支，瘋狂超支啦，我哋嘅局長呢咦就以為呢一個嘅港鐵可以追返，係咪？即係錢都冇講，咁唔知係咪當初候住呢50億作為呢一個嘅高鐵填氹之用。咁但係你俾高鐵填氹呢，不如係救我哋啲古蹟，係咪？咁希望呢啲項目同埋呢個預算方面呢，係能夠幫到香港能夠保留呢個珍貴嘅遺跡，係咪？香港好多嘢珍貴嘅嘢已經逐步消失㗎啦，包括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希望呢啲古蹟呢，唔會因為錢嘅理由、財政預算嘅不足而令到香港嘅珍貴嘅古蹟呢，因而呢個嘅消失。